许愿宝箱昨天被我开的差不多了，应该今天就没有了。怎么今天比昨天还多了呢？就高摸绝啊，就高摸绝，来先来四个，怎么说兄弟们，4000万买了一本兽诀，是吸收对吧？我说这经验没法刷啊。高级魔兽妖诀，高级合同，兄弟们500块钱花完了。王思聪来了也不能这么刷经验呢啊。亏麻了，他妈整个人呆掉了啊。猜猜我能开出几本啊高级魔兽妖诀？6次机会啊。今天的话是高级合同水属性吸收，可以，这6个箱子够用。怎么说，开始回血。第一个高级夜战，否定信仰，高级神技，高级鬼魂和泰山压顶，开始我的表演，我的表演结束了啊。高逼，高逼，高级必杀，操，高级反击，不是高级连击，真的结束了这回啊。